我叫王浩书，来自山东青岛。我是一名电影演员，现在居住在加州。3月的时候遇到这个新冠肺炎，人类的悲欢都是共通的。我也想象过是否会被他人用异样的眼光看待。最近怎么样啊？我还能怎么样？就自己一个人在家。请问是孙老师吗？哎，行，那行，那先不跟你说了，我得接我女朋友去了。大家也不敢出门，哪里也不敢去啊。他最近有联系你吗？家人挺担心他的，联系不上他。